我真有怨，没有孩子，没有亲戚。我是从香港来的，我丈夫在这里来这里很久了，他申请我过来团聚。在美国过得很好。有时会觉得不习惯，因为我先生走了，我一个人了嘛，我会想他。谢谢。是早上自己做事，我好奇，因为我自己可以活动一下。拜拜 ，Thank you。幸亏有那么多的朋友，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，把我送到你们那个中心去。他们说他可以放心。迟到了，迟到不迟，不迟不迟。你有冇中文名？那我在那边中心里面，大家都对我很好，我也过得很习惯，很好。请弄家，弄家，弄家。到侬屋里向去啊？哎，做啥啦？举手。早晨啊，师哥。拜拜。拜拜，妈妈。拜拜，妈妈。我对未来就是希望能够不要有病痛，
轻轻松松的过日子。拜拜。尽量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过最好的日子。